哪一个？我想这个不重要哎，啊，佛教徒有佛教徒的特色，我刚刚讲的有空性、有智慧、忍辱、平等，这些是你要去做的，而不是说你是佛教徒，而且更重要了，你也不能排斥你先生的宗教。如果各位排斥了你先生的或是你太太宗教，那就是一种对立，那就代表我们没有悲心，没有空性，有强烈的执着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佛教里面的普度众生，不是要让对方成为佛教徒，而是要让对方一步一步的得到快乐。现在快乐，来世他们可以升天，我们是祝福他们。所以我们去牧区超度，都知道他们都是天主、基督教、新教了。我们就祈求上帝，祈求圣母玛利亚来带领他们，对不对？能够升天，只要他不要做鬼就好了。能够升天，然后我们祈求三宝加持他们，那他们以后可能来世吧，或许他们会成为佛教徒，这一点比较重要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如果针对你的问题，你可能要先微笑吧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。鼎鼎海涛法师，弟子呢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到英国这边有一些朋友的小孩出生就是自闭症，然后想问师父，这种自闭症的成因是什么？然后像这种可能父母还不太学佛的父母，那弟子知道了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？感恩师父。英国的共业有很多这种现象，好在英国的福利制度非常好。那这种是属于过去式的所谓贪嗔痴的痴的问题，就是说他们在知见上有一些问题，而且他们有修一些福报，但是他在知见上有一些文字上的知见上，或是宗教对立，或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。那我们了解了，我们只能多替他们忏悔，多回向。佛教很重要的说，不能说他在自闭症，他就是我儿子，他就是我儿子。你看到任何一个，不管他是身或心痛苦的，你一定要有那种一体的感受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我是借这个对象来修慈悲心，也希望他能够脱离这种痛苦，也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早一点超越这个痛苦，那我们负责这个就好了。然后当你有这个心态来为他们念经，或者把你的修行念一下嗡阿吽，嗡阿吽就是把我身口意所做的各项的修行来回向给他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去做这些就好了，然后你就跟他结了一个很好的缘。那你要相信，因为你这样替他做，他一定会减到最低，也不会再恶化，他家里能够更包容他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当然这些因我们不要去造就好了，这些因贪嗔痴的各项的原因我们不要去造作，这个就好了。所以那只是每一个地方国家都有它的不一样的业就像我们中国人，你从东北到广东都长得不一样，像我在台湾小小，从北到南的各种业都不一样。自从我懂佛法以后，我就了解差一个地区怎么差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聚集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会聚集在都有他的因缘的。所以那从这里面去观察一些善业是什么，可能他们的恶业是什么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就是升起一个悲心，不要舍弃他，升起一个悲心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，你回去那边没时间，回去家里帮他们念三遍心经，对他们念念点个灯，这就是你该做的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回向不是回向给他，而是这个世界上的共业，他们有同样有这个痛苦的，希望他们都能够接受，而且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的父母更痛苦所以当事者本身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症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种生活，但是对他父母来讲就有很大的压力。好，我们来回向，回向完以后我们要出去，外面的菩萨麻烦点香，细的香细的，不要点粗的给大家各位等一下出去把课诵本再带出去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回向来，愿以此功德。
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各国国家领导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动物苦，回向所有流产胎儿，所有病苦者，业障者，贫穷者，同享功德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Om Sati Sam Sam Dukjera Karye Kido Jurme Vak Sam Kungi Pepayi Dame Dabe Yang Yena Vere Gelekshi Pepe Mozum Yurji茂密的林木间，伴随着悠悠的周啾鸟鸣，微扬的洒落，一片祥和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历史的遗迹弥漫出一股肃穆庄严，诉说着2000多年前佛弟子们追随佛陀教法的蓬勃迹象，写实和完美地雕凿出阿旃塔这座古印度佛教艺术石窟。进阿旃塔石窟，弥漫着浓厚的佛教气氛，而壁画是阿旃塔石窟中最为人们瞩目的艺术，被认为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代表，更反映了印度古典艺术的美学思想。阿旃塔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绘画的宝库，早期的壁画最古，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。
阿旃塔石窟的壁画辉煌壮观，精美绝伦，在中期时非常显著。当时正值极多王朝古典主义文化的黄金时代，佛教美术也达到了鼎盛期，创造了大量极多式的雕刻绘画。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，画面构图更为壮阔，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占满，布局紧凑和谐。此时期各窟的前廊、天井和列柱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，想象丰富，色泽鲜艳，对比强烈，如卷云、蔓草、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。阿旃塔晚期的壁画基本属于公元七世纪前后的作品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保留比较完整，为阿旃塔壁画艺术最盛期的一作。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皆较大，最著名的是持青莲菩萨像，妙相庄严，头戴宝冠，肌肉匀称。लेफ्ट हैंड के फिंगर में एक मनी पर्स है और राजा के राइट हैंड में एक वाइन सॉसर है। राजा दोनों के सामने阿旃塔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，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，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